给大家笑一笑，这是我的分镜图哦。这个影片就是学习John Wick在博物馆的换枪馆的影片。好，你注意看，我其实是有做分镜图的哦。第一个，哦，突然看到有两把枪，好，把这个线条认真。人走过来，啊，看那把枪，啊，所以现在拆枪拆滑套这样，啊，然后这个特写，就是把那个上滑套滑套的那个附近簧，还有枪管给拆出来，啊，然后这个是，反正就是拆出来的零件啊，这样子，啊，人是人的头。视线上看过去，好啊，再来特写，啊，然后这个附近杆啊、滑套啊，然后装上去拿起来，啊，然后这两个不同的枪的滑套互换，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视线看往下面，然后很认真流汗的表情。然后回头干什么？回头看就是，有人敲门的哈，这样子。所以赶快装好之后，然后放在耳朵这边听，啊，放在耳朵这边听，啊，然后把弹匣上去，啊，这枪，这手枪，上去之后，然后就对这个人，啊，这是我那个人形靶，开枪蹦，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我的影片的分镜图。下一个影片呢，现在还在画，啊，这个就不多做解释了，因为我还在思考。好，拍到这边，拜拜。